来，你两个上钱较济，我请三两块。以前没有，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来拿录音机呀。那时候过的日子就是讲，就平常跟一般的人安尼过就对了。哎呀，那那怎样进来刺激呀？真的会让你学很多东西。拜一到拜五，草根菩提，带你看见精彩人生故事。